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，中方表示赞赏。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符合中欧的共同利益，双方携手合作共赢挑战将惠及双方的企业和消费者，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的绿色转型。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，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，希望欧盟方面更多倾听理性客观的意见，充分认识中欧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互补优势和合作潜力，展现灵活与诚意，同中方相向而行，通过对话协商妥处经贸摩擦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。